要回去啊？你还在蹲，趁不注意的时候飞出来。哎，对，在这里。叫而已，没有其他动作。来呀！你可以量一下沿路哈，最凶悍。沿路照飞啊！哎，量一下沿路哈，最凶悍。哇，沿路照飞啊！等下嘞，下去。哎，机甲上，我没回来了，哇！
公的也飞啊！哦，这么远，来，啊，你的呢？你的还在飞。你的你的我的停了飞还有一定是要飞的回家做编辑，两块。拜拜。早上原本还不会怎么样，但是后来发现好精彩。然后最后面公母鸟在这边冲一只岩鹭，因为岩鹭站在这一颗石头上太明显了，冲了两三次，然后整段好精彩，但是太近了，这个拍起来会有点。不知道追的怎么样，然后今天
今天带食物进去了好多次了。有一次比较特别是公鸟带食物回来放到巢穴的右边去，母鸟过去，然后公鸟出来，过了一会母鸟把食物带出来又带回幼鸟在的地方，又带回进去巢穴。然后昨天掉下来的那一只，昨天掉下来的那一只还在相同位置，明天早上再来看看。我现在赶回去，今天稍微晚了一点。再叫，再叫。